众所周知，植物大战僵尸新春版本出了一个全新的春节秘境，有一个雪球机制，雪球可以阻拦平射类子弹，但可以被火系子弹的伤害破坏，并逐渐由大雪球融化成周型小型雪球，直至彻底融化。那么是不是每个火系植物攻击都能融化雪球呢？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位炙热山葵，试试热风火轮。哟，这咋回事？雪球一大一小反复跳，测试结果雪球成功融化。第二位原始豌豆，熔岩子弹和熔岩球无法融化雪球，加上火炬梳妆，熔岩子弹点燃攻击可以融化雪球。第三位火龙果，铜制出的火球可以融化雪球，只不过效率比较低。第四位火葫芦，喷出火焰可以快速融化雪球。第五位三线射手，贴雪球开大，发射火焰豌豆比较持久，可以融化雪球。第六位火龙草，跳起呼出火焰，看这雪球立马就融化成中体型的雪球了。第七位烈焰菇，召唤火焰球砸向雪球可以融化。第八位机枪射手，发射三种不同颜色的火焰豌豆可以融化雪球。第九位火焰花女王，火焰贴地攻击可以融化。第十位火柴花选手，释放大招自然喷出火焰可以融化雪球。第十一位辣椒投手。第十二位火爆辣椒，种植即刻生效的植物，应该是能生效的，可以看到雪球上面有个融化的特效，不过效率极低。第十三位岩浆番石榴，喷射岩浆快速蒸发雪球。第十四位火焰豌豆，向前方喷出一跳火线可以融化雪球。好的，最后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植物能够融化雪球吗？欢迎评论。